大家都知道啊，徐桐加入我们 teamwork 了。这是我家，这是徐桐家，离得非常近啊。然后徐桐也是跟我说让我监督他训练，咱也不能辜负徐桐的这副信任。然后呢，现在就去突击检查一下，看徐桐到底在家干啥。这么空手去啊，目的性太明显了。我去给他买点水果啥的，正好徐桐啊最近感冒了，到徐桐家了。我到这个楼道怎么感觉有点味道呢？是不是就是这儿？徐桐干啥呢？坐着呢。给你买梨。怎么？没感冒啊？给你买梨。给我看好了，怪不得新队友啊，什么？我看那个。没开机，没玩。还发烫呢，是啊，真没玩，我好久没玩了。CSGO 不是有那个上线记录吗？哎、我看你最近看我的号，我说有的时候不是我。兄弟，你还说没玩？哎，外卖都放你这个电脑桌上，你告诉我你没玩？没有，我基本早上起来我一点就不坐的，我也不玩就喜欢在这坐着。一般成功男人都喜欢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，但是我没有办公桌，我是有一张电竞桌。不是，这就跟那个男人回家在地库的车上坐半小时一样的。对。你在家不幸福呗，是这意思吗？啊、没有，那我没这么说。网友告诉我的。网友告诉你啥？他说那个，你看徐总打没打游戏？他上面有那个，就是在线时间。你看他们多死。等看，好久没开机，电脑都卡了。真假的？都卡黑屏了。你这个电脑能卡？真卡呀、啊，哥们儿，好久没开了，主要是我得一周开没开了。梨呢？我给你找个梨。我也想吃一个，对，这不干不净吃没用。老板跟我说的梨贼甜，就我感觉就治感冒，治你嗓子不好。对，我嗓子我都快咳出血了。我嗓子也不好，我试好不好使？今天是12号、啊，今天12号，我是昨天前天回来的吧？那就是10号之前，我就肯定没碰，因为10号之前我在外地。你在外地，有的不可能让我玩了，不可能。我跟你说，你在外地能去网吧玩？咱不管这些东西，咱一看它到底多长时间。那你看天天都有，你看没？天天都有，10点多还在玩，兄弟。昨天晚上我给你发消息的时候，你告诉我你咳的不行了。我昨天晚真没玩，我发毒誓，如果昨天谁玩了，谁他妈跟腱断。兄弟，信了没？兄弟，你赔赔，赶紧赔赔赔！我不，因为我昨天确实没玩。可以，我信你，兄弟，好。啥时候能练吗？好了，马上也。好了，好了，马上就练。啥时候能好？那你总要给我个时间吧，哥们，再给我个2天吧。你得好好练，我专门给你带了个新球，你能把这个球给我打爆了，徐通，那我是真佩服你。你把摸鼠标的时间都放在摸球上，我的徐通。绝对牛逼！我玩游戏本来就没错，只是要适度。你适度就行，不要那个 啊，就不要通宵玩。哎呀，徐通表现最近不错，那游戏也不是他玩的。这外卖啥的，你都少吃点，这鸡蛋给你买上，平时多弄个鸡蛋。我瑶对我挺好的，没办法，瑶对我挺好的。哎，没在家，今天我自己订外卖凑合。你得对自己好一点，别老吃外卖了，鸡蛋自己蒸上啊！走了，拜拜。